续啊，刚才我给大家讲到了浪费这个水和这个五谷，包括电，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大的负能量圈呢？就是因为它是全球的啊，它一定是全球的。同样我们看到的面粉，国外人吃面包，我们吃面条，因为它种子呀也会形成一个能量场。因为影响人的运气和命运，包括风水啊，它是多元化的，就是说它偏重于哪个能量场，就受哪个能量场的旺，或者受哪个能量场的坏。就像我去深圳一样，他们给我讲，有很多大的企业倒闭，我说与五谷有关系，他们觉得不可能吧，这与经济这个波动有关系啊。我说错了，那深圳是不是所有企业都倒闭光了？他没有。我拿那些没倒闭的，我告诉你，要不就是粮食浪费的这个几率少，或者他不浪费，他的这种产能不足以现在使他倒闭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呢，虽说是员工在浪费，员工浪费的时间会导致他在一个好的单位待不住，他就跳槽走了。那员工都在浪费的过程中，粮食这个浪费的这个厂呢，慢慢就会影响到什么程度？影响一个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的跳槽流失下来呢，浪费这个厂能再严重的话，会导致老板夫妻关系的失和，老板可能把老婆就换掉了，或者把老公就换掉了啊，到最后呢，这个老板呢破产，因为他这个是由员工自身先产生的。为什么会有一个连带关系呢？就是循环不空，它是个循环的。为什么说是循环的呢？因为是老板的管理不善，你作为一个老板没有办法及时的提醒员工，再加上在浪费的过程中，不光是浪费员工的钱财，就像老板说你吃饭你掏钱，你浪费你浪费吧，可是我告诉你，这个钱是谁给的？老板给的，他有个连带关系在里面。所以这个因果里面有大因果、小因果，有自身因果，有共业因果，还有一个团体因果。那你看团体因果比较严重，我们都知道国家倒闭、国家这个战乱，这都是一个团体的因果。小的因果就是自身，甚至一个家族、一个家庭。当你把这些问题全部研究完了以后，你就知道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啊。因为我也是啊，在这个我这个朋友要从正处级升厅级的时间用了这个方法，我只是为做一个证明。我说你也不用送礼，也不用巴结领导，你用用借助五谷的力，你看你能不能升官。他真升了。你看我们也认识这都哎呀这么多年了，好朋友，他就给我在讲，他没想到我就节约一下东西，照你说的这个方法竟然能这么好。这也就是我们去很多厂子啊，大家有没有注意那饭堂里头的这个垃圾桶里面，你看吧，米饭、馒头、面条整桶整桶给外面倒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。你倒的越多，积攒的越多，这种负能量场就把你伤了，一定会把你伤了。当一个老板要是给员工说了用教育的方法，那你这个员工可以留住。要不很多人说我这个人才老流失，为什么流失啊？与浪费五谷有的关系。因为五谷和人的五脏和人的五福，包括我们自身，有非常大的连带关系。道教的苍神啊，我告诉大家，那不是一个小小的神，我们大家都认为那在我们家里管粮食呢，或者管我们五谷呢。苍神啊，他所做的这个作用就是你有德让五谷旺，你浪费五谷的话，让你就会吃五谷得百病。首先这是用病的方式折你的福。我们就现在看到很多呀，富人有富贵病，所谓的三高，不光是吃出来的病，也是浪费出来的病啊。包括有很多名人不能做到
率先节约粮食，包括节约资源的这种过程中，好像认为自己就成了地球上的最后一代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你的子孙包括你自己肯定会受病受难受灾受祸，这个一定是受祸的啊。所以苍神他的除了让你降病以后严重的是什么呀，折寿，短则百天，多则一季十二年。我们想想，你有几个一百天，你有几个十二年。所以这家宅六神啊，它是共同的合作来管控一个人，帮助一个人，也是个体的职责，这是他的职责啊。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是神话，实际真不是神话啊。这也就是我遇到很多病人啊，他能吃得很啊，可是受尽了粮未尽他死不了，要不有些瘫痪的人一瘫痪十几年不死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粮未尽肯定死不了。可是有很多人呢，你看死的时间头脑清醒，一点都不糊涂，为什么呀，就是粮尽了，他肯定是粮尽了。粮尽和受尽的区别在于，粮尽的人是地魂丢了，一般是地魂丢了。地魂我给大家讲过啊，居于人的胃脏，你的内脏五脏的功能就坏掉了，它吸收不了养分。可是呢，你的大脑不受影响，天魂还在，所以大脑呢思维非常清楚啊。可是呢，粮尽的人呢，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大脑清醒，内脏就坏了。那要是受尽的人呢，一般是大脑糊涂。你看一些半身不遂啊，一些瘫痪病人，他脑袋时清醒时糊涂，可是就是饭量好，哎呀，能吃的不行，一天三顿是顿顿都要吃啊。他吃粮食为了赶自己的粮食吃完他走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为了折磨在世的子女，折磨伺候他的人。为什么？他吃的都懂得多呀，什么床上啊被套啊全部都是啊。那他这里面也有一个小的因果，什么小的因果？他的子女或者他的亲人有什么呀，有洁癖，或者对老人有嫌弃，那这个老人就要用这种病的这种方式，老天为了平衡，让你啊磨你的性子，或者让你啊要把老人这个孝要尽到位，就会给你产生这种小的因果在里面。那你这个时间要是能忍受，能感恩，能报恩的心态来伺候这个老人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你未来你就断绝了这一类的疾病，不然的话你未来也会得这样的疾病。那你得这个疾病的时间就会清醒的得这个疾病，不是糊涂啊，让你自己就会受到这种报啊。那这种例子从哪儿发现？我在我奶身上发现的，我奶就是最后走就是得这种病，头脑很清醒，半身不遂，又说不出来话，表达不了啊。她那个时间嫌她婆婆脏嘛，跟她婆婆之间对立性比较大，最后呢她连子女的所有福都想不到。我有很多道理实际在我们家族里面的这种事物上面我明白的，我就在研究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，因为她这个因果的这个循环啊。那按现在科学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正能量场的浪费，不是天给我们浪费的，也不是地，也不是祖坟，也不是住宅，是我们自己浪费的。我们最容易浪费掉的就是从电水五谷上面，还有我们出差的人住宾馆的时间，浪费的一次性的什么牙刷呀啊，一次性的这个哎肥皂哎沐浴的一些东西。要不我看现在有很多啊，这个宾馆呢还非常好，为了节约用水给你放个卡，哎，你需要洗了你就放在这个筐里，不需要了你可以用，非常感谢你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宾馆这种提倡是非常好的啊，因为我们大家可以用资源，可以共享资源，但是没有资格去浪费资源，这个资源也是哎这个宇宙之间的一种能量。
这也是宇宙之间的能量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对任何一件事情，我们都可以选择发射正能量还是发射负能量。这段话很重要啊，就是什么呀，就是我们自己完全可以选择的。那这句话我们听明白了以后，我们就知道你的命运风水，你的人生的幸福痛苦，一切灾难，你完完全全是可以掌控的。这个完全是可以掌控的。我们就知道古时候的，你像什么蚂蚁神像啊，梅花易数啊，啊，包括易经啊，有很多能预算测到，包括推背图能预知几百年以后几百年以前种种的事情，它的准确率为什么这么高？原因它这一类的大师，他掌握了通天彻地的密码，百发百中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。古时候的人呢，人心纯正，以好德以滋养天地啊，包括这个万物，所以他有这种能力，他测算就非常神奇。你看现在的很多大师啊，要不就让你买个吉祥物啊，要不就让你家里摆一摆呀，啊，所以他用的这种方法告诉你，他是形式上的，也是我们讲的外在风水，甚至有些人连外在风水都达不到，就是为了骗钱，就是为了让你花点钱而已，不产生任何效果，啊，那真正古时候的一些大家之所以非常厉害啊，之所以非常有能量，他知道一个人的事物的，他因为他掌握了内风水的法则，他用内风水的法则，包括我们讲的同频共振的能力，他就知道你的事情，一定是能知道的。是更有可能的是什么呀，他知道你的事情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包括一个人的脾气性格一样，可能我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人为什么不知道呢？当局者迷，他认为自己很好，就因为你认为自己好，所以被迷住了，你才改不了。你为什么不知道自己错啊？错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好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犯的毛病。要不有些人我说，哎呀，你这脾气不好，他说我脾气很好，秦老师。我说你想想你脾气真好吗？他一想啊，好像不好啊，他还不认可呢。就像我告诉一个朋友一样啊，跟我关系很好，认识快十年了，他们夫妻两个人呢，就是可以说我05年之前的所有讲座保留是他们夫妻保留下来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在网上包括我出的那六七本书，一些文字型的东西都是他们夫妻两个人保留下来的。那也是非常费心啊，那不是一点费心，经常我在哪儿去，因为他们都工作嘛，都还在国有的这个单位接送我，随时就拿那个家用摄像机就把我讲的东西都保留啊。现在就是大家看到我网上的一些东西，一些书籍实际都是以前讲的啊，因为那个时间讲的他们很有心啊，全部保留下来。我和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见到的是他们一家人，一家五口人，我当时说话就比较直，我见这个男士的时间我就说话了，我说你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没福，就这一句话啊，三四年和我没来往，他太太一直跟我有来往，就他不来往了啊。最后呢，因为他在国资委的企业嘛，是国企，被人这个诬陷，因为这个批款项，他是好像总会计师，就被进去了，进去了一年时间。他太太呢，就经常在我家里给我讲，他找律师了，花了多少钱，就是出不来。我说你别着急呢，啊，一年以后出来以后啊，见到我说了一句话，秦老师啊，我觉得我这人好像就是没福，有福怎么能进那个地方去？我说你说这个话，你还没有承认你没福呢。他说为什么呀？我说你想，我第一次说这话你都生气几年都没来见我，你当时什么心态？他说我一个大学生，工作很好，有车有房的，在北京，我生活这么好，你怎么能说我没福呢？哎，他想不通，他因为这个事情生气。
我这话说完以后，他就在家里又在琢磨，这秦老师说我没福。哎，我自己好像觉得我自己就无非就出个那事儿嘛，那也不能代表没福啊。他也就没太在意。紧跟着发生的第二件事儿，什么事儿呢？他家呢，在北京的一个郊区县，啊，郊区的一个区。他父亲他是弟兄几个，他爸爸就说，我们有一院老宅子地，专门给他写的手续说，这个宅子就给你了。哎，他就觉得这个宅子给他了，他也就没管，放那四五年。他爸一看他儿子在城里买的房，这么经济这么好的，那老宅子扔那儿也是扔那儿，怎么办？5万块钱就卖了，卖的时间给他也没说，他也不知道。你说奇不奇？第二机场就要落在那个地方，当要落在那个地方，这个消息一出来，他就说：“哎呦，我还有院宅子在那儿，正好在第二机场。”这一拆迁最少赔400-500万的嘛。给他爸一说，他爸说啥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都卖了。他爸简直肠子都悔青了。卖了嘛，卖了以后呢，发生了第二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啊？他要去把这个宅子追回的时间，按法律程序的话，已经过了诉讼期，刚过了诉讼期。就是你要用法律手段，比如说这是我爸卖的，与我没关系啊，这是我的宅子。可是呢，诉讼期过了，已经过几年了。因为卖了几年给他都没说，就是像追回这个赔偿款的这个过程中啊，诉讼期又过了，这是连环的两件事情。他这一次见我的时间就说了一句话，说秦老师，我真的没服。我说你还没服呢？他你怎么又说啊？我说你别着急嘛。从国资委底下一个企业又调了一个单位，可怜到什么程度？国企竟然工资都发不出来。当这件事儿发生以后，跟我说：“秦老师，我听你话啊。”我说：“每天20000遍阿弥陀佛，我要念了。我这人真没福。”我说：“你还没认命呢，你别着急，你真的还没认命呢。一直到现在啊，可能今年才开始认命。你看，这个10年里面发生了这么多的这个事情，你说他没福的时间，他还一直在狡辩，他一直在狡辩，他觉得我这有福，我这有福，我这有福。”可是现在仅仅10年了，这还跟我走得比较近的，你说他没福这一句话，他都纠结了10年，过不去啊。你包括和他同样的买股票的财政部的一个朋友跟我聊天说，秦老师股票怎么样啊？我这是机密啊，我也不能跟你直说啊。他说那你就说说吧，我就说话了。财政部那一位直接就卖了370万，买了套房。他呢同样在那儿听的这一句话，他竟然股票还在里面放着都没出来。然后你说他有没有福？人家就能把他卖掉，他还不卖，一下就又亏得一塌糊涂。你说他福在哪里？他守着我也没福。你给他提醒的时间，他那个时间就属于什么呀？不接受。他自己认为自己有福。就像我说人，我说你脾气不好，我脾气很好啊。就像我给大家讲过，我告诉大家，我站在大街上看到人的气场的时间，什么感觉？不是冒烟就是冒火，要不就是烟中有火，火中有烟，就这三种人。那要没有烟和火的人，我跟你说都是好脾气的，决定是福险祸小的。可是呢，我看到的还竟然没有发现有几个说是没有烟没有火的，不是烟就是火。烟是什么呀？内气窝在肚子里面了，把内脏伤了。哦，外火的人呢，哎，他有脾气怨气一发，就我跟你讲的，这是火出来了。有的人呢是又发火又窝去，肚量小。要不我说很多人呢，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顺吗？他不知道。我说你是哎心量小肚量大，他听不懂。他心量小肚量大是什么呀？我说你也能忍，可是不能容，这叫什么呀？心量小肚量大。你肚量挺大的，这件事儿我把它这个忍了吧，可是你容不了啊。容很自然啊，可是忍啊，忍久了以后就会爆发。这是我跟前遇到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，哎，他就没有变化。同样和我在一起的朋友呢，
他就老是心眼不多啊。你说他老实吧，实际他最聪明、最有智慧。你说个什么话，你看他太太就很有智慧。他太太给他老公讲什么？说秦老师说的话，我是百试不爽了，你一定要听了。他老公说好，是，就是不听。他太太第一次领我，因为他在银行嘛，见他行长去了，他说我们行长啊，哎呀，这个钱很多，上亿，这业务非常好。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什么呀？哎呀，我说你行长啊，钱多无福享啊，就说了这一句话。我说完我都忘了，他记着呢。啊，他行长在49岁的时间就因为癌症死了。他就跟我说，他秦老师你也太厉害了，5年前你说的他是有钱无福享，我当时还在想呢，人家有钱咋能无福享？这死了怎么想啊？哎呀，他就觉得他很惊讶，就说他能在你的话中啊听到这个音，可是呢，有的人当局者都听不到。我还有一个朋友是跟我通了一通电话，非要给我当学生，河北省的，没有结婚。我当时给他讲，我说你现在有个女孩追你，快跟她结婚吧。我说过了40岁呀，你们就结不了婚了。我就这么给他讲的，他也还挺有意思啊。照我说的方法，他也会算命，算半天，学易经学的，哎呀，厉害的不得了，还经常给人算。我说你别给人算了，真别给人算了，你这种算法害人害己啊。我说你照我说的方法，我说你先给你算算你什么命，他算了，说我命中有女儿没儿子。我说你照我方法，你会要儿子呀？人家果不然结婚以后就要个儿子。哎呀，他说我把命改了呀。我说你说你的方法灵还是我的方法灵？他说你的方法灵。谁知道在他太太38岁的时间就得癌症了。前一段时间跟我说，癌症已经这个扩散。已经急速的啊出现问题。同样也就是我这个朋友，他当时也听到这一句话，他就在说，秦老师说你太太40岁以后你就不用追了。哎呀，我听到了，你太太40岁可能就要死了。这是他说的，他很聪明，他在你话里面他直接就听来意思了。他说秦老师为什么让你结婚，这秦老师太慈悲了，为了让这个女士留一脉血脉下去，必须跟你结婚留个孩子。这是秦老师慈悲的地方，秦老师没有直接说。哎呀，我当时我在心里在想，我说知我者就他也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什么话一旦扔出去以后你都忘掉了，他全记着呢。就是他周边所有见的人，我所说的话他都会非常留心，在你的话语里面听到里面就是深层次的意思，最后和他想象的一模一样，全部发生，就这么有意思。你说这种人是傻还是聪明？实际我说啊，他是聪明，可是谁看他都傻，说实在的很。为什么？他真能在你话里面听出话来，别人是不会的。你也不能直说嘛，你要直说了那肯定也不好嘛。啊，所以这10年里面他太太呢就是什么话都听我的，你给他布置什么功课啊，你只要说出去二话都不问，你也不问你为什么让我念这呀，从来不问。哎，他就改了。啊，所以我经常在讲啊，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老师在向他学习的时间，你要对他有怀疑，肯定学不了。我经常在讲，学佛的人也要有三信：第一信佛，第二信法，第三信老师。信佛不信法，你成就不了。啊，你信法不信老师，你也成就不了。你一定要信佛、信法、信老师。那这三性具备以后，老师讲出来的话你才能照着去做，不然你有一个产生怀疑，我跟你讲你接受不了，你肯定学不了，这是学不了的。因为老师所讲的所有的东西啊，你只有在你的人生过程中你去感悟他讲的东西。我有几个学生，实际我学生不多啊，也就3-4个，也跟我时间比较长了，其中有2个都是搞易经了，爱给人算卦，这个就比较惨了。你看老婆到现在，你让他念什么呀，给他布置的功课他不做，你给别人一说要念什么，他马上说呀，老师你是不是给他说这个方法捷径啊，我去念吧。
你还不能否定他，你只能说那你就念嘛，就这样。他不听你话呀，他今天把这个用一用，明天把那个用一用，你说你别给人算了，他非要给人算，那没办法。